准最近心情如何？抱歉。歌手朱海君被问到老公 NONO 卷入性骚争议，没有多做回应，快步上台演唱。爱到你黑暗心中最温暖的发片，我愿意为你放弃整片。用尽全力，笑脸面对群众，台下粉丝高举手板到场支持。小小的场地，他也直接走下台跟观众互动。九号晚间，朱海君到南投客家文化节参与音乐会，担任压轴。原定晚上6点多登台，但因现场音响设备出问题，延迟到近7点才现身。他原来就在我们绘画的表演团里面啊，那他今天呢也会来参加演出，他是担任我们压轴的歌手。档期在 NONO 性骚风暴前敲定，因此没有取消。朱海君唱完也开心跟民众合照，上次商演一度泪洒现场，这回看起来心情稳定不少。台下观众及歌迷也对他高呼加油，但面对 NONO 性骚风波，一日没有正面回应，恐怕还会被继续追问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